到现在，心心拢脆弱，但愿如此，因为成果立业，我会好好小心调整，带动咱好好来东湾发展。东湾发展，苦海虽然足复杂、足冒险，在伫这个冒险的成果，确实定出事，咱知影。咱好好行动，好好保守咱的时间，加体来修真，唔通阁轮回啦。这就是我再三、再三、再愿、再行的原则。大家较不同咧，咱拢一家人，无大小。心心命命拢是咱的兄弟，啊，咱互相相照顾。啥物教文，拢是兄弟，咱好好。师父讲，师父要做一个护法。虽然师父无讲话，用行动。大家若会当来好好来成立起来，继续爱痛快，爱予大家是大家都是同心结的讲，在你这个沙漠苦海无边，建成起成立一个兄弟立业的。爱世界，我讲安尼，你听有无？听有。你听有解释？啥物样叫做净土？无竞争，互相小照顾，过得安定。免得轮回。虽然安尼来讲咧，虽然咱的这个佛性自在，自在来讲咧，你要露出来好好来。我安尼你知影，师父会配合咱好好来好好行动。爱，大家拢会当圆满。真正的净土。时间上到伫当时成立，我暂时慢些讲，大家较团结，好好示范出来。师父甲咱做伙食久了，因为咱。这个因缘甲普通是大不相同，咱无弃嫌，无离开，这就是师父的心主啦。师父自然来带动，来弘法起来。我讲安尼，咱知一举一动的咱，拢是菩萨道，菩萨行。菩萨愿，会使讲佛教哈，唯一佛圣哈，
那如果唯一佛圣在各界放哦，较大个吼，就是这个世间，干了一个宗教，这个、宗教就是无宗教，无是宗教的分别吼，无人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分别。那地经内底的课头的书讲一句话：相教力行啦哈，按互相、互相学习。啊，互相去教育众生，啊，乃当用这个基本的观念哈，这样就是净土，因为净土来是就是无矛盾、无不安、无烦恼啊。那迄不是干了伫西方啦，啊，因为较明显，西方佮外大对规法界来讲就一点仔尔。啊，一定按的真正的净土，就是用咱清净的心哦，用咱的观，用唯一的佛性，就是菩萨道，就是大乘哈。大家若讲发这个菩提心，拢要饶有众生，这就是真正。你到什么所在，就是净土，因为你拢在饶有众生，拢在教众生，和众生会当离苦得乐。那这是大家共同的观。头个师父有讲，咱大家拢是一个心主哈，那就心的传承了，心心相印哈。啊，我相信大家拢交师父共一个观，啊，师父交佛共一个观。那按交众生共一个愿，哪当安尼吼，按家己就无烦恼，就无矛盾啊。那自然你就是伫净土内底啦。啊，迄、那个秽土呢，是从污秽的心所显现。那安要建立一个净土，一定爱是先对心清净，才开始做起。啊，心的清净就是无矛盾、无对立啦。啊，所以这才是按大家共同交付。交师父、交佛、交菩萨，共一个心啦。这心若把握会到吼，那安就是净土的实现者。哎，安就是真正以净咧弘扬，以法弘扬吼。所以，师父当然即摆我会期待卖急。那安人讲若紧张吼，啊就会有烦恼，唔通让师父烦恼。大家嘛有舒缓哦，就是讲较紧，家己摕出来。按即卖，我是感觉真正会使好爱思考讲，我若也是用即卖步调，以现在的生活方式，然后再下去，你这一生能干什么？常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以现在的步调，然后下去，你这一生能完成什么？需不需要改变？啊，那怎么改变呢？其实我们的佛性。不断的在呼唤你，但是你都不跟他回应，你都不跟他回应哈。那你若交你的佛性，迄、那个清净的心呼应了，这清净的心就开始活起来，啊，伊就对你的心靠伊，对你的这来表现。啊，头位师父咧讲，安来表现哦，众生看。啊，你要表现哦，众生看，你爱心性安定。那我即马讲这话，我就愈来愈有信心一点。绝对无迄落无障碍的完美啦，也无迄落无烦恼的智慧啦。啊，你突破偌济烦恼，你就产生偌济智慧。你伫偌济乱动乱内底会当稳定，你就会当培养偌深的定力。啊，烦恼愈大，智慧愈悬，动乱愈厉害，定力愈悬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啊，若无克服这个烦恼，那烦恼。烦恼就甲咱淹去啊！啊，若无迄个定力，这动乱就甲咱吹灭掉啊！所以这无靠迄个找着咱迄个本来的佛性哦，无才调应付者啦啊！所以这爱去大家加减啊，加用我力，我相信咱一定会真紧找着家己真正的家己啦！哎，就是讲所谓明心见性，那个心跟性。慢慢我们就会很亲切的去跟他相会，到遐的时候你就知影净土里底。今麦安尼讲净土拢假的净土，啊，若无清净的心，无净土通得。啊，所以，师父咧表演互咱看，师父你看，头下就靠啊遐鼻凶，哭假的吗？绝对是真的。真的证悟就不哭了吗？他不为自己哭，他为众生哭了。啊，所以
真明显讲，一个人真正主宰，并不是无代志，是迄个无怨无悔的承担啊。这我相信是按大家共同的原则，啊，共同大家去参悟的啦。阿弥陀佛。感谢大家，师父是一个妄讲，各项都袂晓子。啊，咱无气嫌，大家互相啊来和合团结的深入啊。感谢、感激、感恩、感果功德量。感谢、感激、感恩、感果功德量。感谢、感激、感恩、感果。功德无量。